假设呢 ，M 是一个刚才是。它的其他属性通常呢就这样子啊，叫 P。它的定义就是定义成这个 cohomology， 这是一个乘法组。那我们也有提过，这个东西呢，它基本上是 isomorphic 组所有的 holomorphic。over n， 但是要脱离掉 equivalence。就是说，两个 line bundle 要视为一样的。如果 equivalence 指的就是说 L1 跟 L2 是一样的，等同于存在 L1 到 L2 的。isomorphic， 当然是一个 holomorphic 的 isomorphic。好，这是最普通的情况。那事实上呢，因为你知道这个 cohomology group 本来我们的定义是 derivative，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从任何一个 open cover 那个阶段就已经先去算一个 cohomology group。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想成是所有的 holomorphic。Line bundles over n， 然后呢，它有一个 bundle chart， 那这 bundle chart 里面的bundle atlas 里面的 charts。每个 chart 都有一个 base space， 这个 base space 呢，就构成了这个域，对吗？当然要过程要有 equivalence， 为什么？因为呢，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是被一些 one cocycle 表示的。那每一个 one cocycle， 每一个 one cocycle 就是一个长这个样子的东西，把它满足一些条件 ，G alpha beta。像 G beta gamma 要等于 G alpha gamma， if U alpha 交 U beta 交 U gamma 是非公的，所以你这组 data 可以给我 line bundle， 那这个 line bundle 在每一个 U alpha 上面都是 trivial， 所以我们说它可以有一组 bundle atlas， 在这些 U alpha 上它是 trivial， 好，所以可是问题是你的 line bundle 可以是你这 bundle atlas 不一定。base 要有多大，所以你可能要取个 derivative， 好像放在这里。所以简单讲是这样子，这个是回顾一下之前讲图像。好，那我们讲呢有这个成 class map， 主要是 first 成 class。一开始呢有一个 exponential C。这是 natural evolution， 这是一个 event sequence。那它也就是一个 long event sequence， 中间有一段呢，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个通常叫做 first chain class map。但我们待会儿会来看，就是说这个 map。跟我们以前讲用 curvature 来定义的 chain class， 成 form 所定义出来 chain class 的观点是什么？好，那的观点是这样，我现在想要来了解的这个映射应该这边，这是一个 cohomology class。那因为我要讨论 differential form， 所以呢，我可以先把这个 cohomology 送到 H2 M R M， OK， 我有一个自然的映射，这个映射是从 Z M。Zm 是 Rm 的 subtree， 所以你会 induce 一个 natural map， 但它不一定是一个，它可能会有 function part。好，
这个地方这个人他可以 isomorphic to H2 the run。如果我换成 C， 这边就是 C， 对不对？好，那这个 isomorphism 你还记得我们怎么做的？这个 isomorphism 是我以前在讨论 virus region 的时候，做的嘛，对不对？因为你先取这个 the run resolution， RM 放到 differential form 的 shift 的 complex， 然后呢，那个 shift complex 是 fine， 所以呢，最后就变成是用那个 shift complex 的 global section 所做出来的 complex 去算 whole margin， 但是 by definition 那个就是 the run whole margin。对吧？还记得吧？应该不能学了，后面就忘记了。好，这个是一个 fine resolution， 对不对？啊，你利用这个 fine resolution 就可以得到这个 isomorphism。那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好叫 Durand Bay isomorphism。那现在我的问题是说，假设我是从这边出发，从一个 right bundle 出发，我要问说，这边这个 the run homology class 可以被哪个 differential form 表示？那先前曾经有提过，就是我们以前在微分几何里面学的成 forms 会表示成 classes， 那成 forms 是 curvature form 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呢，现在我们是换了一个定义，我说我要看这个 map， 我要说这个 map 跟以前那个 map 是一样的，所以我来说明这件事情。好，那要说明这件事情呢，怎么办呢？你就从左边这个地方出发。假设这里有一个元素叫 Cc， 假设是这样。那我们刚才讲过，它一定会来自于某一个 open cover 之下的 cycle 或 cycle image。好，我们假设这里有一个叫做 G 阿尔法。假设有一个，好，那这个 G 阿尔法贝塔呢？我们可以，假设这个 open cover 呢足够的细，使得呢它的每一个 member 都是 simply connected。是这样，好，不要讲那么多出来，啊，都是 bimodal to the core， 好不好？总是可以，对不对？因为反正你有一个 right bundle， 它需要你可能就选一个集，你选一个 refinement， 那你总是可以选一个 refinement， 每一个 open set 都是跟 open box 是 bimodal。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要等下去 load 做这个反映色。好，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要想，你这边挑一个元素，我要经过 C1， 那 C1 是这个 sequence 导出来的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好，所以它本来是在右上角部分，所以我应该怎么写呢？我应该写说 C1 U O M， 做一个 map， 是这样。那这里有垂直的 map 送下来到 C2， 对不对？我从这个地方出发，啊，这里有一组叫做 G alpha beta， 或者我换个符号叫做 G alpha 零 alpha 一，这组东西在这里。好，这个就是我的出发地，就这个人。那我要看 C1 map 是谁。所以我就要从这边想办法走到这边来，对不对？好，那怎么看呢？因为你要先找一个人对到他嘛。好，现在我每一块这个不好意思啊，都要改一下。我刚才这样选还不行。Off it， 我改一下。对不起，我改一下，因为我真正需要是在交集的地方，要 simply connect， 所以我们可以 to be a good cover， 也就是说呢，
任何的应该是要这样子，事实上只要两篇就可以了，但是我想不到什么，你可以只做两篇，但是做一半的情况。好，那这个你在黎曼几何里面应该有学过，就是你每个点可以找，你先做一个 Riemannian metric， 然后你取 geodesic box， geodesic box 的交集都还是 convex， 好， geodesically convex， 所以我总是可以取到这种 cover。好，那选这种 cover 的好处是说，每一个这个函数呢，它都是在 OM。star u alpha 0加 u alpha 1里面，那这是一个 simply convective 的 domain， 然后这是一个处处非零的函数，所以我可以取它的 log， 我可以找到一个人对到它。是那个东西叫 simply convective 吗？叫 simply convective， 对吧？翻动。比如说 puncture plane 就是 convective， 但是不能定 log， 对不对 ？z 这个函数在 puncture plane 上面是。对吧？状况不太好。没有，我就说找你少写字。少写字可以吗？啊，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啊？还是我状况不好？不好。他是开玩笑。对，我是开玩笑。好，你们反正我前面有用讲稿，用讲稿就写不过来。啊，太这是太忙了。这是口说。好，来吧。所以呢，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的二派 i， 叫做什么号呢？叫做 u alpha beta， u alpha 零 alpha 一，我总是可以在这边找到 u alpha 零 alpha 一，送过去。一般当然不一定可以，但是我只要那个domain选够了。好，实际上呢。实际上你也可以用这样子，你可以更简单，对不对？因为你这边挑一个 class 的话，你自己想象就很简单，好，特别的简单，这太简单，这样这样，好。那它送下来，它往正下方送，送下来是谁？送下来就是要做 check 的 delta。那 delta 作用的结果是，作用的结果是 u alpha 一 alpha 二减掉 u 的 alpha 零 alpha 二加上 u 的 alpha 零。我就不写 restriction 了，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要 restrict 在三个的交集上面。是要 restrict 在三个交集上面。那它自然会是一个，它自然会从左边来，因为它往右边送的是零，对不对？因为上面这个人往下送是零，所以它往右边送是零，所以它会从左边来。它会自动从左边来，但从左边来的意思是说，一模一样的 cycle， 它的取值不但是 holomorphic function， 而且它根本是 locally constant integral value function， 可以吗？因为这个 map 怎么来的？这个 map 就只是把 locally constant integral value function 想成是一个 holomorphic function， 所以它会从左边来，就是这个 function 本身就是局部上都是整数值的，也是常数值 locally。可以吗？好，所以不用特别再写，就一模一样的函数。那你知道这个函数虽然每一块 u alpha beta 可能不一定是 constant function， 但是呢，做这种很奇怪的组合，然后在三片的交集上面，一定会是一个 locally constant function， 而且是整数值。那这个整数值的东西啊，它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cycle， 因为它在往下的时候一定是零嘛，因为这个人往下的时候。好，所以它一定是个 cocycle， 那个 cocycle 就会 represent 它的 image， 对吧？好，所以你知道这个 z 送过来之后，就是送到 u alpha 一 alpha 二减掉 u alpha 零 alpha 二加上 u alpha 零 alpha 一，这一组 cocycle， 这样写不太好，它应该是，我们把它送过来到 two。
刚才写的 U alpha 一 alpha 二，也叫 U alpha 零 alpha 二，加上 U alpha 零 alpha 一。好，这是第一阶段，就是说你从 take home 这样来看，你知道它是它应该是这个 cycle。但是呢，我现在要反过来，我要先把它想成是，先把它想成是在 R 里头，也就是说我忘掉这个 cycle， 它们是 locally constant。Integral value function， 我只想成他们是 locally constant function， 好就好。然后呢，我要从 locally constant function 去造出 Deron homology class。那你回想到我们从前怎么做这件事？我们以前在讲这个 Deron based isomorphism 的时候，不是我花很长一段时间去讲说，怎么样真的从 finite solution 一步一步的造回去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好，你可以这样看。我要 claim 说，其实这个 homology class 在这里，我把它放过来，把这个东西送上来以后，放过来，这个人送上来，我暂时就把它叫做 C1 和C， 好不好？那我把这 C1 和C 放进来以后，我要看它的 homology class 是被哪个 form represent。那我 claim 那个 form 呢，会是用 curvature form 再乘上一个 factor 去 represent 出来的东西。claim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算一下。我先从这个 curvature form 出发啊。我们令呢 ，H 呢是一个Hermitian metric。还有，然后呢 ，Lambda 呢是 Chern connection。是用 H 去 induce 出来的 chain connection。好，那这个 chain connection 呢，它就有 local 的 curvature， 它就会有 curvature form 了。那你有 local 的 connection form， 所以你还记得这个是什么吗 ？connection form。因为是 line bundle 的情况，所以它真的是一个 form， 那个矩阵就是一乘一矩阵，一个 one form 的一乘一矩阵。是怎么样呢？假设呢，E alpha 是 holomorphic local frame， 然后 H alpha 是定成 E alpha 的长度，用 H 做计算的长度。那 connection one form 就是 partial H alpha 除上。对不对？以前是还有什么转置，但是我现在矩阵是一乘一的，不用转置啊。那你也可以把它写成就是 partial 的 log h alpha， 这样都可以。因为 h 是一个恒正的值，对不对？好，所以我知道这是回顾一下就是 local 的 one form。我们前面虽然讨论很多 vector bundle，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非常熟练 line bundle 的情况，因为我后面的很多讨论会主要 focus 在 line bundle 的情况，所以你们要很熟悉 line bundle 的很多计算。那有这个之后呢，你就会有curvature form。curvature form 呢，我暂时用一个新的符号叫贝塔。前面好像叫前面是用大贝塔，好了，就用大贝塔。大贝塔 of L， 它就会是什么呢？它就会是我们前面有算过，就会是这个。它的计算就是直接把上面这个 connection one form 做 partial bar。本来的话应该是 d omega 减加上 omega 位置 omega， 但是你现在没有 omega 位置 omega 那个项，它是一乘一矩阵，就 one form 跟自己位置就是零。那前面这个像 d omega， 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反正我们前面有算过，就是你乘 connection 的时候，你可以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特别的。所以这个东西有 local， 在每个 chart 上面的，但是呢，这个表达法是 global， 这个是 global 的，它只是在每一块上面都是这个东西，但它是一个 globally defined 的one form。那我们可以说这个 one one form。它当然是一个 close 1-1 form，
前面曾经提过，很明显嘛，对不对？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是 close。那这个 close 完了之后会给你一个 total margin class stage two， 在 the run total margin class。我们要说呢，那个 class 可能啊，对不起，在可能是负技术的 the run total margin。然后你把它乘上某个 factor， 一个二派i 的某个 factor， 就会变成是这个东西的 image 在这里。好，我要 collect 这些事情。当然，这中间是要透过 the run v isomorphism。所以呢，我们要回顾一下这个 isomorphism 怎么做出来。好，让我把它写在这边。好，那做法是这样的，在做 Drum Bay isomorphism 的时候呢，我们先有。刚刚有一个 fine resolution， 那这 fine resolution 的第一步就是这个 Schrodinger sequence。好，我沿用那时候的记号，我把它的 co-kernel 叫做 z1。那下一个 sequence 呢，就是 z1 送到 am1， 然后送到 z2。对吧？好，长这个样子。好，那这两个 sequence 就足够了，这应该记得吧？现在呢，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因为你看第二个 sequence 啊，第二个 sequence 呢会给我，我先一步步写啊。这个 sequence 第一个 sequence 是 RNA， 这边的 H2， 那跟这边的 H1 会连接在一起。怎么连接呢？它是有一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c 的，从它对到它嘛，对不对？所以你会有一个从这边的 H1 M。D1 送过来的，这是一个 isomorphic 的，因为它的左右两边分别是夹它的 H2 跟它的 H1， 但是因为是 fine sheet， 所以它的 H1 跟 H2 都是零。应该记得吧，大家？为什么看起来困惑呢？好 ，Anyway， 这一串 sequence 就是从我刚才擦掉的那个 R A 0 A1 那个 sequence 做出来的。你把 long 的 sequence 拆成很多的 short 的 sequence。其中的第一段是这个，第二段是这个，后面还有一个。但是因为呢，我只要算 H2， 所以我这两个就够了，可以吗？那它是怎么做的呢？你要算它的 H2 嘛，它的 H2 跟它的 H1 中间有一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但是这两端分别会夹它的 H1 跟 H2， 但是是 fine sheet， 所以那两个是零，所以我以这个来算。那另外呢，这个东西呢，你就把它。看成第二个、sequence 里面的 object， 这个时候呢，它也会有一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从它的 H 送过来。可是呢，这边这个是零，这个是 undo， 都没有问题，因为下一步接的是它的 H1， H0、H1、H1， 对不对？所以下一步接的是它的 H1， 是。但前一步呢，就不是，前一步接的是 H0 and。AM1 那个东西不一定是零，因为 fine sheet 只有保证超过零阶的 total margin 才是零，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人就是所有的 close form。那这个 image 呢，就是 examples， 对不对？这个。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有可能有点困惑了，就符号上，我写 R 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可能要加个 R， 才会觉得比较开心，这样子，好吧？好，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加个 R， 可能就大家就开心，因为我之前没有写 R 的时候都是 complex， 好，所以只要它勾选掉它的 image， 就是 the run homomorphic， 那 the run homomorphic 就会 isomorphic 到这个加，就是 undo 到这个加。这是我们要做什么证明？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这边有一个东西是 C1 和 C， 那我这边有一个东西，一个 close form 是我的 curvature form， 我要说那个 curvature form 的 image 摆到这边来之后会送到 C1 和 C， 当然 curvature form 可能要呈上一个适当的 back， 我要说明这件事情，可以吗 ？OK 啊。
边写的是 R 的，那你有一个版本是 C 的，那两个只是差一个尘埃不尘埃的问题，所以这边都是类似的。好，我有完全平行的东西，好不好？好，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两个都会使用，因为我现在 curvature form 本身不一定是 real 的 curvature form。好，那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我要看这个映射，我先从这个地方出发，这个映射，好，这个 connecting point moment， 我从 curvature form 出发，看会发生什么事。好，所以什么是 curvature form 呢？那边已经写了，好，就是我暂时把它写作 我这边呢，如果是从 curvature form 出发， curvature form 是什么？ curvature form 就是，就是我的 theta。可是呢，我知道，这样啊，确认一下 curvature form theta， theta， 这样 theta 呢是一个 globally defined form， 那我要找到某个人。对到他吗？看一下我们写错。OK， 好，没事没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这个很简单，因为呢，这个人什么是 C0 呢？是在每块 OpenSet 上面要有一个 section， 所以我刚才已经知道它就是什么，它就是partial bar omega alpha， 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刚刚那边写partial bar omega alpha， 所以呢，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说，我希望它是从左边的某个人送过来的。它是谁送过来的？这个 map 就是做 D， 对不对？因为这个 map 就是 D， 这些 map 都是 D。好，那时候可能用别的符号 D 或者什么，但是它本来就是把它送到它的 image， 啊，就这个是 D map， D 它的 image 送到这边来。所以这个地方一样的，我要问说这一串东西是某个人的
它是什么的 DNA， 谁是人的 DNA？ 那按照刚才的看法，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是这个人的 DNA， 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呢，这个人是 partial bar partial log h，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 B 的 partial log。因为本来这边有898加89，那89两次是零，所以我知道呢，左边我可以找谁，就可以找这个人，这个人就是 partial log h alpha， 也就是 omega alpha。好，刚才说过就是 omega alpha，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事情？告诉你说你的这个成 form， 这个 curvature form， 它呢你放在这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里头的时候。Connection form 就可以用来找出它的 free image。Connection form 的 image 就是这个成 form。那你把这个人呢再送到下面来的时候，是什么？你就要去算 omega alpha 一减掉 omega alpha 一。啊，当然是 u alpha 一加 u alpha 一。我要算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怎么算呢？也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知道 connection form 呢，它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背公式，或者是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假设呢 ，E beta 等于 G alpha beta E alpha， 这是选择一个 function。那我当然就会有 H beta 会等于 G alpha beta 的平方 H alpha， 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呢？Omega alpha 这些东西是 log h alpha 的 partial， 那换句话说，它就会等于什么？你把这个式子两边同时做 log differential， 做 logarithmic differential， 它会变成是 log g alpha 一 alpha 一平方的 partial， 对不对？可以吗？因为这边带 log， 如果你不喜欢 beta， 你就用 alpha 外拿来盖，好不好？这应该简单，就是你两边取 log， 然后相减，相减变这样。而这个东西呢，也可以写得很简单，它是什么？它就是 partial g alpha b alpha 零 alpha 零 alpha 一除上 g alpha 零 alpha 一加上 partial bar g partial g bar alpha 零 alpha 一除上 g alpha 零 alpha 一，好，对。就真的围嘛，整个东西被 B bar 被这 partial 围，然后除掉它自己。那因为这是两个东西乘在一起 ，G 跟 G bar 乘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会来不及处理的，再除掉。可是后面这个是零，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 holomorphic， 啊，对不对？它分子就写在这里，啊，是 holomorphic， 所以它被 partial， 它的 bar 被 partial 围完就是零。所以我算完之后只有这个部分。可是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我的 G alpha 零 alpha 一，它可以写成 exponential 这个样子，所以你把它做 partial 再除掉它自己，哦，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它就是两倍的 II U alpha 零 alpha 一，可以吗？好，那这个它是从左边来的嘛？那我们刚才讲过类似的，这个只是直接摆进来而已，就是把。这个是 E1 也是一些 form 的序 ，local 也是一些啊，这个序摆成one form 的序，所以左边送过来也是同一个东西的，它就是二 I I U alpha 零 alpha 送过去。好，所以第一步已经做好，第一步就告诉你说，如果你从成 form 出发送过来这里之后，那送过来得到的 class 是被这个对的 reject。那这个 U 呢是出现在我们刚才定义成成 form map 成 first map 的时候你找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好，这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步。第二步呢，就是你现在把这个 class 刚才已经得到在这个地方。那现在放在这，从这个地方出发，再做 connecting homomorphism。所以你现在要看的是第一张图，我现在用的是 C 的版本，用 C 的版本。
因为我现在Curvature Form 本身是一个 complex form。那如果你用 C 的版本呢，我这个 zigzag 就要换一下，它就换成C1UZ1， 然后 C1UA。这个地方就是 C， 我就要改成用这个 zigzag。那横的一样是做 D 折半。好，那你现在等等，看一下，确认一下，哦，这漏了一个，你看，没发现，这里有 partial， 漏了一个 partial， 注意，这漏了 partial。注意哦，有个 partial， 不然就是一个函数。好，所以呢，我现在出发点是这里，这是2 pi i partial u alpha 零 alpha 一，这是 alpha x。那我要问它是谁的 d 呢？我要问出它是谁的 d。OK， 好，这些东西是 homomorphic， 所以它是写成 B U R 八零 R 八零，可以写这样子。那你这边就可以选谁呢？选二派 I U R 八零 R 八一，对不对？可以选这个。好，所以它对过去就是这样。好，那这个人呢，走下来就做 take Michael 嘛，所以它变成二派 I。里面带 u alpha 一 alpha 二，减掉 u alpha 零 alpha 二，加上 u alpha 零 alpha 一。好，那它是从左边来的，从左边来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从左边来的。可是这样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刚才你已经看到，不看这个二派 i 的时候，这个 take cosine 它就是 represent c 1和 c， 对不对？我们前面就刚好擦掉了。就是 C1 和 C 是被哪一个 take for take for 认，就没有这个二派 i， 没有这个式。我们说它是一个 locally integral value constant function， locally constant integral value function。那现在我用 curvature form 这样做了 zigzag， 一直做成这个东西啊。好，所以呢，这告诉我一件事情啊，但你要很小心哦，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要小心的地方。我们前面在讲 the round plate isomorphism 的时候，确实是透过把东西的 sequence 拆成 show 的 sequence， 然后一步一步做回去。不过我们说，后来为了一些原因，我们把这个头尾的这个 isomorphism 要加上一个正负号的 factor，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好。那个时候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希望 half product 在 differential form level 跟 check 的 level 是一样的，就你用 check 的话，比如说 half product， 跟你用 differential form 做 which product 希望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引进了一个正负号。那个正负号呢是什么？正负号的记法很简单，你看你现在要看的这个 degree 是多少，你要看 ground point 的 degree 是多少。刚才我们有一个 isomorphism， 这样一点点延到它多延到它。那这个 isomorphism 成像的正负号必须要是负一的，看这个 degree 是多少，二分之 k 乘 k 乘。现在这个情况是 k 乘二，就是负一，这 factor 是负一。所以你要把结果加上个负一，才会跟我们以往的 ground 还是 momentum 是等价的。好，所以整件事情做完之后，再告诉我说，C1 这个 form 它呢是等于，应该是这么写，好，换个好一点写法，变成 H2。送过来的东西呢，跟
这边的。二派 I 贝塔送过来是一样，可以吗？这就是结论。结论就是说，你刚才利用 exponential sequence 造出来这个 C1， 如果你忘掉它是 over Z 的这件事情，想成是 over R， 然后你透过了 the wrong 还是什么，看看它是被谁打到，那那个人会是被 curvature form 的这个飞猪打到。那本来应该是把二派 I 整个除掉。但是我刚才讲的，你要再乘上一个负一，所以那个 i 会跑到分出去，可以吗？好，是要注意哦，因为有一些书本就是一刚写的非常随便，因为那个正负号，好像前后有点不一致，比如说 Griffith Harris 好像是错的这样子，所以要很小心。就是你在定 the wrong isomorphism 的时候，就要引进那个正负号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好，这告诉我说，curvature form。跟 exponential 所定出来的乘客 S 的关系是什么？好，那下一步呢？一样的，我们前面曾经讲过 Cartesian device。叫做 geometric device， 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叫 Bayes device。在简单的说呢，什么是一个 device？ 通常这个叫做 Bayes device。但是在这个 manifold 的时候，不用去区分这两件事情。所以在我们的设定之下，在这个 M 是在 M 是 manifold 的假设之下，我现在这个定义是 ad hoc 的定义。它不是一般的解析空间上的定义，你要注意，就在 M 是 manifold 的时候，注意哦，这很重要。在这个假设下，非 device 的时候，非 device 呢，它的长相就是这样子，A C。用 Z 好了， Z 是一个可以的符号。Z 呢是一个在 M 里头一个 irreducible 的 analytic hypersurface。然后我要求这个 sum 这个地方呢 ，AZ 呢是一些整数。然后呢，它是。基本上有两种可能，看你的定义是什么。第一种可能是 A Z 是 locally finite。locally finite 的意思是说呢，你对任何的 complex set， 那种 Z。使得 AZ 要不是零，然后 Z 呢又要交集到 K， 这个集合呢是 finite， 这样叫 locally finite， 这是第一种可能。所以这是一个，那这是一个抽象的设定，这是一个 formal sum， 是一个 formal sum， 这是一种你可能考虑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几何上比较不会去讨论这么麻烦的东西，因为它还是有可能牵涉到无穷多的 component， 对吧？因为只要我的 m 不是 compact， 一开始 m 不一定是 compact， 那我只要 locally constant 嘛，所以表示说在每一个 compact 上面真的会出现的 z 只有有限多个，系数非零而已，但是我全体可以无穷多个，这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 binary。
说这个东西是一个 bay device。那我们通常讲的是第二种情况。好，那如果说 M 是 compact， 这两种就是一样的意思，可以吗？都会 binary 跟 binary 是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比较想的是第二种情况，所谓的一个 bay divisor 就是把 irreducible 的 analytic hypersurfaces。乘上某个整数加起来，那只有有限多。所以你可以讲，在第二种情况，通常会这样写啊。所以你来，糟糕，我现在用很快的啊，会叫这样子。我先用一个比较含混的符号，就这样。它就定成这个 free abelian group 生成版 irreducible analytic hypersurfaces， 可以吗？去 direct sum 只有有限多个位，是不是？那第一种情况就是一个 formal sum， 你可以讲 direct product， 但是我们很少会去讨论第一种情况，至少在 compact method 就是大家都一样。好，那现在呢，我们会有一个。那从啊，叶里巴先生，送到贝里巴先生，有个自然的 map。那这个 map 呢是怎么做的呢？一开始这个地方的元素是什么？你要想一下啊，叶里巴先生，我们说过它呢必须它会被任何一个元素啊，这里面任何一个b。它是 represented by 第一个一些 f alpha， 这些 f alpha 呢是 meromorphic functions， 然后呢，它满足一个条件是 f alpha 要等于 g alpha beta 乘上 f beta， 然后 g alpha beta 呢要是可逆的 non-vanishing 的，就 non-vanishing 的 homomorphic functions， 啊，这是 u alpha 小于 beta， 假设不是空集的话，啊，那你可以选，我们可以选，啊，注意啊，这个地方是一个 cover， 啊，这个地方 u 是一个 cover， 你可以选让这个 u 呢非常的细，细到呢 f alpha 每个 f alpha 这个 meromorphic function 它真的可以写成一个 quotient 的样子。真的可以写成这样。我没有说过，当然我这句话要注意，所以我打个引号，让你想一下它的意思。Meromorphic function 的定义，这个 shift 的定义，它是先取一个 pre-shift， 然后做 shiftification， 对不对？那个 pre-shift 是什么？那个 pre-shift 就是所有长相这种样子的东西，在 u alpha 上，分母是一个它的零点没有 open， 没有 interior point 的 homomorphic function， 那分子可以是任何的 homomorphic function， 它的 shiftification 就叫做这个东西，就叫上面这个东西。那可是它的 stock 是一样的，你这个 pre-shift 跟它的 shiftification 的 stock 是一样的。所以当我这个等号这样写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点的 stock 跟这个东西的 stock 是同一个东西。总而言之，我可以说这个 meromorphic function， 我真的可以用两个在 domain 上有定义的 homomorphic function 的 quotient 来表示。那这样表示的结果是什么？这样表示的结果是。我们上次有讲过 ，homomorphic function 可以去定义在一个 reducible analytic hypersurface 上的 dimension order， 就是 order。那当然 ，meromorphic function 也可以定义，所以你可以定义这个东西送过来之后呢，我还是把它给个名字叫 d， 好不好？一模一样的名字叫 d。那它的定义是这样，它的定义是 sum
order z， 然后 f 打法 z 乘 z 对所有的 z。那你要注意这个 f 打法 z， 打法 z 是一个 index， 使得呢 z 交集 u 打法。z 是非空的，可以吗？就是你要，我们看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那个 manifold， 那里面有很多 open set， 有一些 u alpha。那我现在随便看某个 z， 那这个 z 可能长像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样。某个 z， 我要看的是那种有跟 z 碰到的 u alpha， 就 touch 到的 u alpha。好，那对那种 u alpha 呢，我这个 order f alpha。z 沿着 z 就定义成 order of b alpha 减掉 order of a alpha， 可以吗？我就定义成这个解析函数跟这个解析函数在 z 上的 vanishing order。那你会说，哎，这个符号到底什么意思？这个符号到底什么意思？你记得我们以前有定义过 order zp。定义过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东西是 locally constant if p varies in z。如果说你选的 p 点在 z 里面动来动去，这个数字基本上是个 locally constant 函数，对吧？那所以我们在定这个 order 的时候，我就不用特别去指定那个点，因为呢 z 是 irreducible 的。那我们前面有证明过，就是 irreducible 的时候。如果没有证明，我就给大家自己做做练习啊。Irreducible 的条件是它的 smooth part 是 connected， 那当然它的本身也会是 connected。为什么？因为它会是它的 smooth part 的 closure， 可以吗？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Bertrand's Gradient 定理可以看出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去讲 order 的时候，我不用特别指定点在哪里，我就看任何一个点的 vanishing order 就可以了。好，所以总而言之，只要告诉你说，哎，我这样定，那你会有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说，我如果换，我这地方好像牵涉到 alpha z 的选择，我可以有 choice， alpha z 可以有 choice。那我如果选不同的 alpha z 满足这个条件，我算出来 order 会不会不一样？对同一个 z， 我会不会有不同的 order？ 有没有可能？那我们就要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可以分成两种状况来讨论。一个状况是，你有一个叫 alpha z， 另外一个叫 alpha prime z。有两片 open set， 这两片 open set 如果同时都有交集，而且交到 z 的话，那就没问题。因为在交集上面，这两个函数只差一个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所以它们对应到的 quotient 只会差一个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所以你算 order 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好，那个是指说，如果你有两块有交集的情况，那你选谁都可以。那如果说你另外一块是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怎么办？那没有关系，你要利用 z 是 connected 的这件事情，你就一直把它连过来，所以不断的用有交集的部分来推论，你就可以说明我现在定出来这个 number 是 greater than。我看嘴巴这样讲，可以吗？那写下来吗？今天状况不好，不要写了，好不好？可以吗？我们先休息。好，我现在首先到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说你从一个 Cartier divisor 出发，可以定一个 Ray divisor。那我现在写的这个 Bayes divisor 是一个 case one， 就是它有可能，你 Cartier divisor 它定出来 Bayes divisor 这个 function 的 order 可能不等于一个地方有很多，搞不好有无穷多个 z， 但是在 local 来看就只有有限的不等。好，那我刚才只要试着解释它是 well defined 这件事情，因为不难看出这边如果你做这里面的 group 的乘法，对应到的就是这边把系数相加，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有另外一组。Data， 你在这边做乘法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把 f alpha 跟另外一组的 f alpha 乘在一起，所以你看 order 的时候就变成是加在一起，可以吗？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把 Bayes divisor 想成是 direct product 的时候，这个 morphism 就会是这个就会是一个 homomorphism。那在 compact manifold 的时候，右边就是这个上，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可以从左边对到右边。那反过来，其实你可以证明，这是一个 isomorph。如果你有一个右边的东西，那它一定会从左边某个 d
送回来。那做法也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的问题就是说怎么从 B 去做出一个这种 F alpha 的东西嘛，那就是去看它的 defining function。比如说你右边如果挑的是一个 analytic hypersurface， 就本来就是一个 irreducible 的 analytic hypersurface， 那我就去看它的 local defining function。我们有讲过说那些 defining function 彼此会差，在不同 open set 上面会差一个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好，那如果你有好多块 irreducible component， irreducible hypersurface， 它前面有系数，那系数是整数，那你就在这边相对应的 f alpha 去乘，然后用正的跟负的指数去乘，就可以找到左边的东西。好，所以事实上你可以证明这是一个 isomorphism。好，那最后一个小小的 remark 是说，我们刚才假设 m 是个 manifold， 因为在更一般的情况，如果 m 不是一个 manifold， 而是一个所谓的负空间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去定义所有这些概念，比如说我可以去定义什么是 meromorphic function 的序。那它的定法基本上还是跟我刚一开始讲的方式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呢 analytic hypersurface 的概念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会有两个概念，一个是 locally 可以用 function 来定义的，一个 function 定义的，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种概念，这种东西就对应到 analytic。 但另外一种东西是，如果我有一个解析值，但是我并不知道它 locally 可不可以用一个函数定义，可是呢在负空间的情况你可以定义它的维度是多少，所以万一它的维度、是比大空间的维度少一的话，我就把它称作是一个 hypersurface。 那在一般的负空间里面是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有一个 analytic hypersurface， 就是它的、维度比大空间少一，可是它 locally 不能够用一个函数来表示，一个函数里面表示，这是会发生的。如果你大空间有某种奇异点的话，就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情。那一种让这种事情不要发生的可能性，就是你的大空间是所谓的 normal space， 但这个牵涉到很多 local 的解析集合跟交换代数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负集合里面，在这个阶段负集合，大概我都会去避免讲这些东西。但是它可能可以是你们提供报告的一个部分，就如果你对这方面的东西有兴趣的话，那必须可以讲这些东西。我们先休息五分钟，然后我希望这中间，刚才这地方如果你有任何听不懂的东西，赶快趁现在问一问，好不好？好。那刚才这个地方给一点 remark， 刚才这个地方是要讲说，如果你有一个 base device， 卡地亚 device， 那 local 里就是一些 meromorphic function， 然后在交集的部分插一个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的乘法。那从这个地方出发，我可以去造出一些irreducible hypersurface 的组合。那我只是想说，这地方刚有同学问这个 sum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稍微澄清一下这个 sum 的写法。它的意思是说，每一个 z， 每一个 irreducible hypersurface， 每一个 irreducible hypersurface 呢，我要给一个系数。那个系数我怎么定？我的定法就是选一个 alpha z， 我就选一个 alpha z。某一片 alpha z 固定好，我去看在这个 alpha z 里面的这个函数 f alpha z， 它在 z 上面的某个点的 order， 我们这样子讲，那你说那个点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我就选一个。我们也可以定 order， 就是取 p 是这个 regular point 也可以，那反正那个集合是你的峰值，你定出一个序数，那每一个 z 你都选那个 alpha z 去算这个 order 是多少。好，那你希望呢？这个结果是跟我的选择无关的，因为我的结果应该是完全由 B 决定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跟选择无关。那我刚才讲的，如果呢，我选的是另外一个 alpha z， 比如说我选的这一片 alpha z prime， 万一他们有交集，而且交集有碰到 z， 那就没有问题，因为呢，我选 order 的时候，我可以故意选我的点，那个 p 点就是在交集的部分的 z 上面。那交集的部分这两个，它的这个 f alpha z 跟 f alpha prime z， 他们两个是差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所以在那个点的 order 是一样的，即便你写成分式 ，order 还是一样，因为是差一个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所以交叉相乘都一样。那如果你选的 u alpha prime z 是在远处，跟它没有碰到，它可能交到 z 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利用 z 的连通性，或者说 z regular prime 连通性，你可以不断的找一串 u。两两都有交集，而且有交到 z， 然后一直 cover 到这边，所以你就不断的 pass 到另外一块，就知道这 order 是什么，所以这 order 是 defined。那最后我也很快的讲说，你有个反过来的 map，
就是你右边点好这个东西以后，我可以去定一个来访者，在定一个，对不起，啊，定一个来访者。我的方法就是去看它的 local defining function， 好，就是稍微提一下，啊，这都很简单的。我这个反过来的映射，这时候在 manifold 的时候才对哦，反过来的映射。做法就是说，如果我这边有这个 sum， 这是属于 case 1的写法 ，case 1的写法，就是 locally finite 就可以，可以无穷多个。那它送回来的时候呢，你就要先选，比如说你就选一组 open cover， 这组 open cover 呢，好到什么程度？它好到的程度呢，就是这个 z 交集 u alpha 会等于 f z alpha 等于零。你可以找到一个，我看 f z alpha。好，我希望找到一组 open cover， 在每个 open cover 上面，这个 z 每一个 z 看起来都可以用一个，都可以用一个解析难度的表示。好 ，for all z， 我写 relevant， 好 ，relevant 是这样写吧，是 r 一 ，l 一还是 l a？ 可恶，devolve。这是为了一些方便，因为你担心你需要处理无穷多个 z，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因为我的假设 case 1、就是 locally finite 这个假设，所以呢，反正我每个点可以找到 neighborhood， 它只会碰到有限多块 z， 记住是非零，所以我每一块我可以再把它适当的缩小，那我就可以找出这种 open cover。好，那这样一来呢，我就令 f， 如果这个叫做 d 好，我把这个叫 d，fd 呢 alpha。我就把它定义成 f z， 然后 a z alpha 乘在一起，就这样定。我就把大家的 defining function 用适当的指数乘在一起，那你也很容易可以验证这些东西彼此之间会差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因为同一块 z 的 defining function 会差处处非零的解析函数，所以你乘在一起以后还是一样，可以吗？这些都只是一些 formal 的讨论，那我们会真的需要用到某些情况是比较具体的。我本来是想要今天把这课冲到某个地方，但是如果发生那件事情的话，我就很想在考试里面考那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把它留到下个礼拜。好，所以下个礼我先讲一下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的内容。下个礼拜是我们进入 topics 的之前的最后一周，我下个礼拜会把一些经典的东西做一个总结。那主要会讲 Coursera 的 validity，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也许我没有提到的部分，我会告诉你有些叙述，有些结果是对的，那可以作为你这个延伸阅读的参考。那在下个礼拜之后，大概有一个月，可能有四周的课程。那四周的课程，我会开始讲一些比较晚进的 topics， 我会至少讲一个，看能不能冲到两个。